只加记忆球，曾师傅现在是在做什么呢？番茄。现在我就是做个我这个盘里面的微碟啊，刚才我这个点缀的微盘跟啊。在切这些佐料，还有摆设跟设计的整个的视觉的美感的时候，花的时间跟过程，甚至比烹饪烹调的过程还要来得长。对啊，一般他们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最终的计划啊，就台下的十年和台下的一分。这次你是这个要很强帮助厨艺啊，本身还是要一个艺术家，怎么做摆设？我在选材料的时候呢，还要赋予敏感，像这个做的鸡蛋，还把鸡皮给去掉。师傅刚才用韭菜花作为其中的点缀品，在番茄的旁边。韭菜就是这样，对，我们以前的时候呢，自己都摆那个花草了、白柳了什么什么，现在已经改变了。啊，首先这个鸡肉，把我们给它泡熟一点点，你要把那个这个油来，啊，还有那个几姜，跟火腿，跟葱，啊，都放到里面去，啊，放到里面去以后呢，我们就用韭菜，啊，把韭菜，啊，帮它打成一个结。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鸡呢打进切了以后泡过水，然后我们就在出去，大家知道可以用那个米亚防水的给它透过，好像我们做吹皮机一样，透过了以后呢就给风吹干，吹干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放在油锅里面炸，上色上点色，这个是对。这个方头呢，就要等下我放在这个鸡，因为我这个菜呢，大家可以在图片里看到，它如果没有这个方头在底下，它没有这个情理。它一定要站立，对不对？对对对，是不是特别挑鸡翅膀的部分，因为它有骨头嘛。嗯。方头站过了以后呢，我就准备加这个鸡，那个油呢有点高温，等下我加点油下去。这个就是我准备好的鸡啊，我就是把它放下去。这个差不多有颜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我们准备啊，用小水那个糖醋啦，还有这个柠檬汁啦，一些啊，米切的香汤。加小水的清水，然后就把个线下去，这个线是细细薄薄的，也不变开的。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汁里面呢，我就加一点几香上去。以前小的时候跟师傅一起吃饭，没有人喜欢坐你的旁边。我左手的等着师傅吃饭，师傅就打我，打我们后来。没办法，就用右手吃饭，所以刚才你看到我用右手了，真的。哇，你好厉害！左右的使用。那刀不可以，刀不可以用右手，刀用右手就有点自己的刀，要切到手。我们是根本不会用左手拿刀。好了。刚馒头金黄色，现在鸡一球也好了。啊，要把那个油分给干。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汁倒上去这个也是用到雀巢的产品，有刚才有讲过，我有雀巢香汤，还有清水，一点糖醋，一点柠檬汁，把鸡翅从一个放到两个大家看到以后把它串起来要我们就把那个汁舀好上去，先用这个比较摩登一点的几香鸡做完成。是，非常好，谢谢。